所以有时候你们多看看菩萨的像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相好庄严了。啊，我们修行修到后来，要真正的在内心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这种相貌。啊，这种相貌就是非常的清净，非常的不贪。用现在话讲，你的眼睛里没有贪，没有恨。 没有愚痴的眼神啊！你看很多人啊，傻瓜啊，精神病人，你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傻傻的。他眼睛闭着睡觉的时候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他眼睛一睁开来，你看着他眼睛就是个傻瓜。所以眼睛里要端庄，要清净。 能够让自己的心要得到清净庄严，啊，所以不要影响众生的心的一种宁静。所以众生得意自身才会得到法意。你给别人创造了一个庄严的相，你会自己得到更多的法相庄严。所以你去看一个女孩子，人家在说那种。 下流笑话或者听那种不好的东西，你听都不听，看也不看就走了，别人会对你起庄严心啊、嗯。所以，怎么样来解负众生？首先，把众生身上的烦恼解脱，要讲善念。你想帮到别人，你首先要跟别人讲善念，讲正念。凡是正确的东西，我就讲。 凡是不善的东西，我就不讲。你才能接近清净佛净土啊！啊，所以要使天下的众生都得到大的利益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，其实你自己才是得到最大的利益的啊，受益者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 有的公司很会为他的下属、他的员工考虑，他对员工的福利关心百倍，最后员工很卖力，帮他公司越搞越大。你们说说看，最后是谁受益最大？就是他本人的、啊。所以要叫你们要放下自己，要叫你们好好的能够啊禅修，让你们懂得法布施的重要。 你布施出的庄严，你会得到庄严佛净土的，啊！所以师父教你们要好好的改变，好好的啊，来能够转化自己的念头。好，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在佛陀时期，在舍卫城的郊区，有一个果园里，住在一位比丘。 就是一个和尚，名字呢叫做伊古达那。这个伊古达那比丘呢，他只能熟记一首佛陀所教的偈颂，也就是寄语。但是呢，他彻底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每次他读完这首偈颂，果园里呀、啊，虽然没人呐、啊。 但是那些树神啊，就热烈的鼓掌和称赞，这就是你们看不见、听不见，但是有功能的人，古时候有很多人都有神通的，他们就能听见。有一次呢，有两位博学多闻，并且常常说法的比丘，这两个人到处去说法，他们带着一群徒弟经过这个果园。 他们就问了：“啊，伊古达那，啊，这个比丘，啊，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说法，会有人来听法吗？”这个伊古达那很老实啊，他就说：“呃，果园的树神，呵呵，他们听了我讲的，还都会鼓掌称赞呢。”这两位比丘啊，心想。 你在说什么啊？他们就在园中。啊、哦，既然你说书城会，那么我们也来讲讲看。哎呀，在园中说吧，在这个果园里边说吧。这两个人平时就很会说，到处去弘法嘛。哎呀，这个叫舌灿莲花，就是舌头啊啊，这个舌巧啊，像莲花一样，讲了很多很多，滔滔不绝，如长江大河呀。 所以过去为什么人家说这个人讲法讲得好啊，滔滔不绝啊？你看看长江的水啊，或者像江河海水啊，一浪接一浪，它不会停掉。那么讲的很好，讲完之后呢，没想到果园里啊，静悄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没有，没有声音的。了，他们呢？ 一想，哎呀，你不是说树神会鼓掌吗？那么怎么没有啊？来来来，呃，伊古达那法师，请您来说法吧。这个伊古达那法师啊，他就会这么一手即送，他又开始讲了，啊，他一讲完之后啊，这个果园里啊，一如往常一样。 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了啦，啊，并且大声的叫好，大声叫好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两位比丘的徒弟们呢，他们就也听见了，因为过去的这个比丘啊，都有一点神通的。他们觉得这些树神啊，有些偏心了、啊，啊，你看对伊古达娜怎么这么好？他就讲了这么一点点。 而我们讲了这么多啊，他们感觉到他讲了这么平常啊，一点都没讲的怎么？为什么他们没有鼓掌？为什么对伊古达那法师他就鼓掌了？后来佛陀听到了这件事，他就对弟子们说：“佛陀就说，比丘们，我不认为听了许多经典。” 常常说法的人，就一定精通佛法，啊，不多讲了啊。不是说你今天常常说法，你就一定精通佛法。相反的，虽然听得不多，但是呢，却能体会真理，就是理解，而且经常保持正念的人，才是真正精通。 佛法的人，啊，精通佛法的，人，所以从佛陀的开示，就让我们知道佛法的核心在于你要亲身体证啊。就是师父跟你们讲这么多，你们自己要去体悟的呀。啊，师父叫你们念经，念了吗？念了之后好不好啊？好，有效果吗？有，这叫体证啊。 你们看看，每一次法会前面有很多佛友上去做心得，都是他们的体证啊你看他们讲的这么好，自己家里的亲人怎么样身体变好的，啊，师傅又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亲自体证的，能够让台下啊这么多的观众一起鼓掌，啊，感恩他。 分享，所以就是让我们知道，学佛人要保持觉性，要活在当下。也就是说，要真正的能够理解佛法。实际上，你就是在行佛。你念了再多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没有受用啊！你没有让这个佛法让自己受用。所以，很多人经常打进电话跟。 师父讲：“师父啊，我念了几千章啊，你用心了吗？你有感恩心吗？你有体悟之心吗？你不是赶时间赶张数啊，你要用心啊，而且要护持着佛法的，用心的来念，你才能成功啊！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。” 不管做什么事情，要亲自去做啊！不要完全听别人讲，要验证，要体证体悟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人烦恼不断啊，所以学佛也要念经来改变，要体悟我是不是念了这个经之后，我的情况改变了。人不能离开社会这个群体。 所以想改变，就要与人为善。所以很多人连善都做不到，你叫他怎么学佛？宽容大度的处事待人，啊，尽自己可能的，在不伤害别人自尊心的前提下，诚恳的、慈悲的，用妙法去化解别人的烦恼，鼓励他去改变。 所以师傅跟大家讲的道理就是说，你们尽可能的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。啊，虽然自尊心要不得，但是他刚刚修啊，你还是要给他面子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师傅对在我身边的孩子特别的严格，啊，对有一些离的师傅比较远的师傅就特别的。 照顾他们，啊，不是当了面马上啊，让他觉得下不了面子，所以要懂得救人，要学会吃亏，啊，哪怕受骗，你只要用妙法去救他，哪怕对方故伎重演，因为现在的人。 做错事情，他还会再来，啊，他不会接受改变的，这是一个反复，这就是一个轮回。所以师傅叫你们不要跟对方，为了救他，到了最后结下了深仇大恨，给别人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哪怕这个人伤害过你。 在生活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他曾经伤害过你，你也要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啊。所以，假如别人得罪了你，你不计较、不报复，反而原谅、宽恕他，在他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还想到去帮助他，对方一定会被你感动。 这就是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。你们记住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啊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啊，要靠你慢慢慢慢的去做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成功的，除非你不想去做，或者你半途而废。你只要肯去做，一定能够成功。 所以学佛人要精进，彼岸就在你眼前。我们生活就是在学佛，就是在做菩萨。佛不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们要努力的修心，行善积德，你就是人间的菩萨。 我们要广度有缘，慈悲喜舍，你就是人间的佛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修心，给自己多一个清净心，多一个创造慈悲的机会。每一天活在精进当中，每一天改一点自己身上的劣根性。 你会勇往直前，你会看到菩萨的佛光。